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郑次。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的呢是尚巴利他们家的24小时全防护裸感无痕无钢圈美胸衣。这系列总共有两款，一款是这款无痕肩带款，另外一款呢是可替换式肩带款。每个款式都总共有四个颜色，我个人觉得这四个颜色都非常的基本，也非常的好搭配衣服。现在台湾夏天真的很闷热，我个人觉得呢穿钢圈型的内衣呢在夏天其实没有那么的舒适。我呢已经穿了5年以上的这种美胸衣类型。根据呢我长期穿这种美胸衣呢，我觉得尚巴利他们家这款美胸衣呢面料呢相当的顺滑，非常的舒服，而且亲肤性超级好，在夏天穿呢完全不会觉得闷热，非常透气。加上啊，这款美胸衣它是无缝式一体成型的，穿在身上一整天都不会有压痕。传统型内衣啊，穿在身上啊，只要你回家要脱掉洗澡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身上的压痕满满。所以啊，这款美胸衣啊，光是这点我就超级推荐。这件美胸衣啊，除了一体成型外，全件都是双层随意面料点胶结合而成，接合处呢还有做加强固定，整件不翘边也不崩开。这件美胸衣啊，非常的有弹性，后面呢有做四排三扣的设计，有别于一般的美胸衣呢需要从头套下去，穿起来非常不方便。侧边的加厚设计呢让整个包覆性变得非常的好，我觉得整件呢都不会有挤肉的感觉。它的正面呢是采用日本胶点技术，达到真正的无痕透气不移位，完美的固定胸型。特别是这款可替换式肩带款呢、我觉得就算露出来搭配衣服啊也非常好看。像它的肩带啊，整体弹性完整包覆呢，减轻我们肩膀的压力跟负担，一点呢都没有勒紧的感觉。它里面的罩杯用的是这种连体式五指掌托型的罩杯，我觉得很像天使的翅膀，它可以有效呢集中聚拢我们的胸型，加强它的托体之外呢还可以防止空杯以及我们的胸垫乱移的困扰，使效果呢更加稳固繁华。就是觉得这种美胸衣很好穿，也很好搭配衣服，所以一穿就穿了5年以上，抛弃了传统型的钢圈内衣。尤其是啊晚上有时候也会穿着睡觉呢，防止我的胸部外扩，当睡衣穿也不是问题。如果你想要更舒服，你可以把里面的杯垫拿出来，这样子呢才能让你的胸部24小时达到全天候的完美防护。那这款呢是任何身形都可以穿的，夏天真的很热，我建议大家可以试试看，像是这种类型的美胸衣你会穿起来更舒适。如果你想购买呢，到某某购物网购买。希望今天的分享你们会喜欢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